哎，都说满意了，却还要开会讨论，是不是还有更多要求啊？刚刚才跟老板讲事情，既然他觉得满意，为什么不当面说？太好了，这阵子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，不同的人听起来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与感受？无论是文字讯息的传达，或是面对面的与人交流，是什么障碍了沟通？如果只是把话说出口，这样的沟通真的没问题吗？人与人之间啊，见解不一样啊，彼此之间呢、啊，就有烦恼了哈、哦。那种的烦恼啊，公说公有理哦，婆说婆有理哦。另外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气，难免呐、啊，也会有人与人之间呐、啊。不同的见解，所以啊，这种的见哦，意见这种的这个见解无同哦，所以啊，那就会有人跟人的中间哦，就会有彼此呢有冲突哦。根据一项针对职场表现的调查。在台湾有高达96%的人认为沟通能力不佳会妨碍工作表现，也有超过60%的人自认有沟通困扰。日常生活当中，除了职场之外，几乎各种人际关系都高度需要沟通，只是每个人的背景不同，造就相异的见解与观念。当意见无法调和，各执己见时，难免产生冲突与误解。这个误解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一点啊观念偏差，互相错误的解释，那安尼呢？无听到伊的心，对咱有一点的恨，咱常常嘛会听到安尼啊。某人什么代志呢？对某人啊，造成了真大的不利。啊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呢？哦，内底啦，有原因。原来啊，某人的过去就是有一点啊，和某人。我解一直呢，藏在心里，伊无相信某人，这个无相信呐、啊，就对这位某人是真大的伤害。所以讲，也得知影，啊，做人的方法啦、啊，唔是无方法啦、啊。咱会当从从心内呢，对任何一个人都唔通有爱恨情仇，爱爱真诚的爱。任何一个人的错误，不断不断的犯错，啊，失去唔对啦，但是。做代志，咱都爱断提醒，对这个人会当讲这个话，未当讲这个话，是时候嘛，唔是时候嘛。沟通不单只是把话说出口，如果毫不考虑时机、对象等等，就可能造成很有问题的沟通。来来来，今天我叫你了，这个西饼请大家吃。老板，恭喜恭喜哦！老板，这个西饼很有名哎，像我表哥啊，结婚的时候后来也是请这个西饼，只不过啊，后来他们就离婚了。
来来来，今天我嫁你啊，这个喜饼请他来吃。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你这个喜饼超有名的哎，像我表哥啊，结婚的时候他们也是请这个喜饼，然后啊，我们当时吃的都非常的喜欢，也很祝福他们。哎，丽锦，这老板你帮我们切一下，谢谢，谢谢哦。那这个喜饼这么多人吃，也刚好非常普通。常常跟大家讲，哎呀，要讲一个代志，都爱因人、因时、因地。因为这个人，我要向伊讲安尼的话。要讲安尼的话呢，是毋是伫这个时机是适当也未啦？哦，是适当啊。不过伫这个地点。是毋是有适合等等啊？咱人啊，伫要讲话都爱有这三项拢记着，这叫做因、人、时、地，这个机会因缘有会合也未啦？就亲像迄个水果的丛林。啊，是熟啊未？哦，那也未熟啊，都袂用啊慢落来哦，慢落来呢，这粒水果啊就袂食哩咯，那就是浪费去啦。所以讲的是也未够吼，这不是讲话的时机吼。沟通之前，先要观察对象、场合、时机是否适当。此外，非语言的声音与表情也会影响沟通的顺利与否。那我的报告就差不多这样结束了，谢谢老板。好，接下来是谁？不好意思，我讲话比较直接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像这次开会。该来的都没有来，这样真的很影响士气。那我们到底要开什么会？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结束，那下一个换。我讲话比较直接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，这次的出席率比较低。但没有关系，也很开心大家都可以重视这次的会议。我们也愿意一起来讨论，我们再一起加油，加油！要记得讲话都要小心啊，有的时候太直啦，脸色不好看啦，因为人与人之间哦。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耳啊，听到你讲什么话，我欢喜，我受气，耳朵，或者是呢眼睛所看到的态度，脸色，脸色不好，态度不好，你讲话再甜呢也没有用。所以呢，这叫做声跟色哈，声音跟脸色哈都要很注意啦哈。造成沟通障碍的因素中，除了时机不对、声色不好之外，不讲道理也会让人感到难以沟通。但是如果只讲道理，就是好的沟通吗？其实我觉得啊，像新人发生这样的错误，我觉得真的还好。但是他才刚来一个礼拜而已，如果要要求太多，好像也有点。我也觉得应该要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刚大家都说要再给新人一次机会，然后而且他犯的只是一个小错，可是难道我们公司就要放任这种犯错的风气吗？而且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难道大家没听说过吗？对不对？你们说我讲的没道理？
像那个新人的状况啊，真的觉得还好。嗯，而且他才刚来一个礼拜，也不能要求他太多，我也觉得要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嗯，就刚刚大家都说，就是新人是第一次犯错，然后他犯的也只是一点小错。那我其实认同，就是在规定之外，也是要有点弹性啦。所以报这部分，如果我们是不是再讨论一下，看怎么样才会比较符合情理。有的人说我是种一个你其实啦，你说了太多啦，反倒回来感情会薄去，会当过咱就爱让他过，会当包容的咱就爱来给他包容，这样呢才会当到相安无事啊。只要我们站好自己的立场，扮好我们自己的角色，那万事呢都不用计较啦。得到你呢，我们要去看自由一下，不能你立其中，我们要得你如何，我们不能有这份说事事都是在要论理。常常说通情达理，然而若是过度强调达理，忽略了通情，也可能造成两人意见相左，僵持不下。这时有什么方式可以化解呢？我们应该呢，人爱知影讲，人的这个见解无同，都会彼此摩擦。这种彼此摩擦要怎么办呢？唯一的法是什么？忏悔哈、哦！你说我无唔对啊，我想到我都要给他忏悔。一句忏悔哈、哦，就是有唔对，伊嘛自然都无唔对。唔肯一句的忏悔哈、哦，你就是无唔对哈、哦，你也是不对。这就是人很奇妙了，人总是用感情嘛啊。明明我听到你这句话都很不舒服，你为什么说你不对呢？对啊，别人来评理啊，评说是他对啊，那不就是我错吗？那我错了，他对了，那我这一口气更咽不下去啊！你看，啊，你就哈、哦、委屈一下哈、哦，只要人说啊，你无唔对啦，你该忏悔一下嘛，无甲倒去。啊，你若讲啊对吼，只要你若知影我无唔对，我都好啊，我心安理得啊吼，所以我赶紧来该忏悔者，安尼心就平啊啦。伊家己呢，那自己认为说，人家都说他对啊，其实真的我也不对啊，你还来向我忏悔，那我不是更要忏悔吗？很自然的。这种更要忏悔的心就出来，所以两个人彼此互相忏悔呢，这就是法水涤心、哦、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对待，所以我们心中有法，也要让他心中也要有法，法与法中啊，我们的互相滋润，我们呢可以呢撒播爱的人间、哦。沟通的目的在于取得彼此共识，而非争个对错输赢。忏悔不一定表示理亏，而是展现自己的诚意，开启对话的平台。反之，如果太过在意我对你错，一意只想说服对方，往往难以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。那若是跟咱两个讲，我足做的呢。我做干呢，啊！你奈拢无搞我恶咯，啊！你奈拢无听我的话，干那想要得，好、哦、要得到人听我的话，得到人听我的指挥，得到人尊重我，这种的德呢，实在是一种烦恼。这
这种的德就容易失，容易失，然后德性，德性嘛，先德后性嘛。所以嘛，不要常常有那一种的德德的心。我们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多点一点德。我们就说，哦，功德无量啊，功就是内能自谦，家己呢爱定定真缩小，对自己要常常警惕自己，要缩小自己，要缩到小小小到呢，跑进了别人的眼睛还不觉得，也能跑到了他的心里，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那么对自己是这样子，对别人呢，我们要做到外能礼让，就是德；对人为他礼让，用缩小自己，用礼让别人，去尊重别人，让他能感受到跟你在一起如沐春风。佛陀教导弟子，菩萨要让众生愿意亲近，有四种方法。咱日常生活跟人对接讲话啦，那就是数量法。咱来试试，保持心啊，保持呢，跟人问一句好，这嘛是。布施呀，给人祝福一下，也是布施呀。人在拿东西，人家替他出一个力，也是力的布施呀。等等啦，人跟人的中间互相帮助呢，这都叫做布施利行，帮助人啦。爱意呢，那就是讲好话嘛。同事间呐，咱来常常甲人讲好话，好的法咱爱甲人分享哦。那有好的本领爱甲人互相传授，这种同事的爱，你若有这四项啦，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自然啦，人人都会爱你，人人都会尊重你呀。布施。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即是菩萨四摄法。若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运用这些方法与他人互动，等于是为彼此铺垫了良好的关系通道，沟通起来自然减少许多阻碍。有什么款工作这项代志，咱互相来讨论啦，有优点。有缺点吗？既然要讨论，我就提出我的看法。咱会当人人来讨论啊，讨论到咱的共识啦，要完成起来这项代志，最优点、最水、真善美啦，无缺陷，安尼就是对啊啦。唔通讲哦，我伫咧做诶。咱大明清上，大家人来合作，我伫咧做，你讲，讲出你的意见，甲我伫做诶，无共，哦，安尼你真伤害我，安尼对啊，唔对，唔对哦，吼，既然呢，共事动作啦，那有意见，大家人拢会当讲，这。就是要让咱的要做的代志更无缺点，更水更善，安尼就对。也那无呢，人若开始讲话，就讲我的心真受伤。这什么人敢跟你讲事呢？那对事无对人，做代志较要紧，啊，感恩呐。有这个缺点，你给我提醒，啊，我紧改过啦。这完成起来的物件，都是至真、至善、
记忆哦，那咱爱时时保存着感恩心，所以啊，善解啦，感恩啦，这真重要吼。沟通的本质即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要写好这个课题，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做人本身。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，啊，你会当圆满啦，你要先跟人做好圆满，人圆呀，会晓做人的人。咱若会当定定甲人结好缘的人嘛，啊，有好缘伫咧，所以啥物款的困难的代志，只要有导演甲伊沟通一下，啊，无问题啦。这就是做人啊，有缘，你会当甲人的感情讲会通，所以。感情会通啦，这叫做同情。咱嘛会当做个一个同情达理啦，安尼呢就是人人格圆啦。那人格那圆呢，你做代志呀，事事呢都圆咯，会当圆满这项代志。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，去讲情。代志都圆满啦，啊，这个代志是安怎会当圆满呢？因为你通啊啦，啊，道理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过去是误会啦，所以过去的误会，和要做的代志呢，种种拢有障碍，啊，道理甲讲甲清楚啦，啊，代志呢？都无障碍咯，真呢，就是爱心，学会晓安怎做人，做好人，做好咱人应该做，做好咱人对人无私的爱，做好咱人甲人的中间建立的感情，这敢毋是足简单呢？